今天呢，决定给大家传两部法。那这个光说不练啊，我们说了好几天了，这个不修炼不行。这个温思修，修炼是很重要的这个部分。你光是教和理，理论知道很多，受教也受了很多，但是你不去修炼啊，你就不能得到果啊。就像你不种苹果树。 你就不能去摘苹果，否则是偷人家的苹果，是吧？这个道理，那一定要去修炼。修炼就是我们在因地果还生这个地方开始走行啊，真正采取行动，修改自己的身口意，同时使自己的身口意变成为道所用，来成就自己的道果，成就自己的佛果啊。那么这个我们。 这个修炼就是要依法啊，这个经是给大家诵读的。那经是告诉大家通达教理这个部分的。那经里面记载着技术方法，我记得之前给大家讲过了。这个炒菜的书，对吧？你拿到一本儿书，描述怎么炒这个西红柿，那么目的是教你上锅以后能炒出西红柿来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啊？ 但是你看了这个书，你就能把西红柿炒到好吃吗？啊、呃，你们很多女性在摇头，男的在点头，yes yes，做菜很容易。然后啊，我看书就会，这就一看你是外行。呵呵这真正炒过菜的人知道，没那么容易。我知道怎么炒了，但是真正炒到好吃，成为大厨师级的，成成为人人欢喜的一道菜，那可不容易。 说这就是什么法？对，就是法。法就是实验。我们这个在中学学物理、学化学，你在课堂上老师讲了实验怎么做，但是真正你到了这个实验室，能不能把这个实验做成功、拿到分数？哎，那未必。不是说你知道怎么做就行了，是吧？那么学佛法也是这个道理。按照你知道怎么做，呃，佛法讲起来一套一套的，但是你做起来做不成。 啊，那这算什么徒弟啊？我们叫佛教徒，你这不就是外行了？你这不是徒弟了，你这骗人的徒弟，挂名的徒弟，是吧？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求法，是求道特殊的技术方法。那么是经里面载道，经是载道的这个工具，所以是以经里面的载道的法，不要以人。什么意思？不是张不生能耐。 啊，不是某个法师能耐，是这个法厉害。这个法厉害，所以你通过修这个法，最后自己厉害了，不是老师厉害。啊、哦，这个就厉害。你说光吹老师厉害，呃，这个没用，啊，你自己有那么两下子，你就厉害了。说怎么样才能有那个两下？你会炒菜呀、啊，你就成大厨师了。你会这个使用佛法，那你就成大法师了。 不就这个道理吗？你成大法师，你才能真正的度众生啊，对吧？你是一个，呃，看到有人掉水里了，你想去救，结果你不会游泳，你添什么乱呢？是吧？那有人掉水里，你去救，结果跳下去再想啊，我不会游泳，那完了，你等着人救吧，啊！所以很多学佛的人都是这样的，就就拼命我要救人救人，但是你一点本事没有就去救人，不是害人吗？对吧？所以说大家要知道。 学点真东西，一定要求法。说是这个六祖慧能，他这个当时这个带着衣钵走的时候，他的师弟，这个呃师兄叫慧明，追着他跑，追着他跑，这个结果是想夺那个衣钵，结果衣钵放在这个岩石上，他拿不动啊。那么轻轻的一个衣服包他就是拿不动，这拿不动了，他才知道这个衣钵有金刚护法，啊。 这个有金刚在，所以说那个一包重的很，他拿不起来。结果他跪下来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圣者圣者，我不为一而来，我为法而来。”啊，六祖慧能大师这个时候就现身出来为他讲法，啊，就是不思善，不思恶，啊，在这个当下不是你是谁？就说了这一句法，哎，结果慧明大悟，然后就。 做为了他的护法了，别人来追，他说不在这条路上，估计是我刚才跑了很远没找到，估计跑到别的路上了，啊，这六祖才脱难了，才走了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我们为法不为人，为法不为衣钵，为法不为了名声，为法不为了自己做一个老修去开解，我就是。 呃，不管谁有法，我就依这个法。这个法还必须是释迦牟尼亲传的，不能是张卜生创编的法，我不跟他学。说这里面讲讲究一个传承，啊，传承。